近日，飞轮海出席他们代言的某服装品牌发布会，客串了一把模特，大大过了一次走秀瘾。别说平日里又唱又跳的四个人，站在 T 台上身形板板，眼神犀利，还真有些名模的风范。虽然当天有一大批飞轮海的粉丝蜂拥而至，但主办方并未邀请歌迷进入，然而却有一位粉丝尤为幸运，不但在台下观看了飞轮海带来的整场服装秀，还准备近距离与偶像互动一下。他就是 Hello 音乐风云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雅俊，是名大一的学生。雅俊，北京服装学院大一学生，通过我们栏目的互动平台报名参加今天的明星约会活动。你看他寄来的这张与炎亚纶的合照，是不是兴奋十足？不过原来的他也就是只能与偶像照个合影，今天我们为他提供的机会可是近距离的与偶像来一次亲密互动哦。看看他这大包小裹，没少准备。雅俊，你想干点啥呢？看我拿了这么一大包的衣服，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考考他们了，看看他们可以给我搭配一套面试装，看看可不可以给我打造的更成熟更时尚些。哦，原来是想考验一下飞轮海的时尚嗅觉，看他们能不能帮他搭出可以在暑假穿去找兼职工作的面试装。看雅俊自备的这些衣服也不少，莫不是自己挑花眼了，想让飞轮海给参谋一下。好，今天就满足你的要求，我们赶紧找他们去吧。Hello， 飞轮海。哎，你好，你好。今天是决定要就是初出茅庐出社会，新鲜上班族嘛。对，然后要面试，然后也是你们的粉丝。哦，谢谢，我们的粉丝是吗？对啊。对，要考考你。看来这互动之前得来个考验，在事前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雅俊你行吗？会唱。哎呦，哪一首呢？一个人流浪。真的假的？哇，那表示说从很早我们第一的原声带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我们。真给力，真给力。好，唱一下，唱。我流浪在拥挤的从前，呼吸一些夜黑白的空荡夏天，呆坐在热闹的路边，你就没变天，却少了傻的更认真的心愿。哇，看看这歌迷货真价实，如假包换，还邀请偶像同唱，牛大了。那我们现在就要帮他搭出就是适合去跟老板面试的衣服了。你手上这件我手上戴的是自己的衣服。哦，自己的衣服那就不用拿出来啊。剪刀石头布。人之美嘛，人家要认真，人家要人之美，好，那就换一下，换衣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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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衣
偶像就在眼前，不但亲自为他搭配面试装，还当起了助理，帮他换起了衣服。这首飞轮海为他精致搭配风尚，而且工作效率超高，生活还很精致的社会新鲜人，掌握了就是他。观众，来来来来来来，对比一下换装完毕和之前的雅俊，是不是成熟干练了不少？不过飞轮海自己说好还不行，他们得请一位专业人士，时尚大师李东田老师给点评一下。我觉得衬衫是这个，你看，我是每一位这个所有人有衬衫之后，就看你们整个人体面，比较专业起来了。没错，另外一个就是外套。
对，你看你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穿的这个黑色的西装啊，我觉得有西装的看它比较瘦，那我觉得比较薄，我觉得如果穿的西装有这个变像这种垫肩，我觉得家里看就看起来。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对，就是这件，说西装外套，西装外套就来。哇哦，今天飞轮海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快看看换上小西装以后是不是又有些变化呢？真是人靠衣装，原本有些孩子气的歌迷在飞轮海和李东田的打造下马上显现出小白领的干练，看来今天的约会雅致收获颇丰哦。所以我们今天飞轮海帮就是这位哥们的时尚搭配算是大成功。